女朋友吵架，故意在外面叫她妈妈。妈，妈，妈，你过来坐呀，我这边有位置。不是，妈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不，哎，你怎么耳朵红了？哎，你脸红什么呀？妈，我想喝奶茶。哎，妈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妈，闭嘴行吗？妈，我的奶茶还没买呢。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啊，我奶茶还没买呢，妈。我给你买行吗？你吃那边两个行不行啊？哎呀，那你就是我从那儿排了半小时队，你他妈玩啥呢？玩锤子呀？啊，我就在玩锤子啊。啊，那我现在下来一个。妈，有你陪着一起玩真好。滚！哎，妈，你等等我，你。我纸吗？吐了就疼。不是你真是懒泥上磨屎尿多。快点啊！我找一下。啊，给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然后我就接到了他的视频。你打小的出门你带渣子是啊？啊，告咋样就咋样，叫我活接你呀！赶紧现在立刻马上，你给我找个女生给我送来正常用的卫生纸。你要晚一点啊，我都等死你。哎，你咋出来的？别管，身上自有妙计。嗯，怎么少一只袜子呀？哎，妈，等等我。